因善言，智慧深空之德啊，皆由九万勤修深习慧根，所以亦有何其诸言其足，来修正行为道量，外行遮障正慧明啊！这都是啊，看咱平时修行啊，用什么款的心境面对人，咱安怎样呢？来互相对待彼此呢，做言福言呐、啊，就是啊，人甲人的中间。互相尊重，互相有爱，互相利益啊，这拢叫做福缘利益。修行还阁有啥物利益呢？有啊，会当成就咱的善根，会当成就咱的道业，这拢是叫做利益。修行的团队啊。政团的内底，一定爱互相成就。你成就别人的道业，互人有道业成就的利益，自然啊，人人也会成就你的道业。这互相之间彼此造福，这都是在咱修行道中。那这个福啊，就是爱。缘呐、啊，一切都是缘呐、啊，福音就是好缘嘛。所以呢，有福音好缘，在咧修行的过程啊，都是增长智慧，智慧会当深，会当宽，这呢就是定啦，来来令自谦。人人有无同的习气啊！咱面对着遮侪无同人的境界，咱内心若无好好用功啦，真紧呢就受外面无同的习气影响咱的心境，所以咱内心嘛爱多下功夫，所以。来令自谦，即是功，即得用功夫啊！这是内面、外面呢，能表现伫人群中啊，会当人和啊、事和啊，道理都和咯。那会当安尼啦，世间一切呢，都是真正的顺利，这都是德。咱的德啊，会当在人群中啊，都是随顺不逆，这都是德。所以德者德也，咱的德呢，就是德人缘呐，这叫做德吼。所以那要爱德人缘呐，就是内心嘛，爱多用功呐，安怎样呢？会当头甲人做好因。结好缘呐，那安尼就会当智慧深空，这德行呢，就会当显现咯。这呢，皆由九万勤修深习慧根，这不是今生出世呢，定从九万劫来呀，咱都已经呢，有安尼。会分析，安尼的修持，这个修持甲分析啊，咱伫圣人的境界里，随顺圣贤的境界，不断的学啊，不断分修，咱就会当发入心啦、啊。自然呢，咱一生起来呀、啊，所看的。所感觉，自然
咱的湿气啦，都有这么只透彻。这呢，就是咱学佛者呢，从现在开始，唔通讲哦，啊，这是真好啦。不过我即马也未有因缘呐，等候，搁再等落去呢，唔再有时间好和咱等啵。这世人未用的等，其实呢，咱从前世人都无等咯，所以前世人啊，过去呢，唔在偌久的以前，咱已经呢有甲这个圣贤会合啊，这个道啊，咱开始伫咧修，伫咧练习，所以呢，咱已经一心起来，有这个福。这个缘呐、啊，甚至呢，生活的方式、看代志的观念，从细汉一直到大汉，这呢，拢嘛是过去呢。咱从九万以来啊，都已经有分析过来了。所以，伫这世人呢，那咱必定爱把握当下，唔通讲吼，搁再等咯吼。所以，咱勤修勤习成功啦，那会当安尼啦，累积这么一久的时间，自然亦有何其资源积聚，这都是行菩萨道啊，未用的欠少的，必定爱长久以来爱修好修成功啦，才会当得到呢真多的福缘。才有法度呢，这个益有何其吼？有真多会当帮助人呐、啊。行菩萨道呢，未用爱欠好的朋友，未用爱欠人爹佛法中啊的贵人呐、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贵人呐、啊，生命中的贵人，成就咱的事业的贵人，这拢是咱的益有吼。阿弥呢，在当头积聚，资源积聚，这都是彼此之间互相利益、互相帮助，内修正行为道娘，咱爱时时呀，爱提高境界，咱的内心爱好好修持呀，阿弥呢，咱才会当迄个正行，正行啊。就是咱的道娘嘛，吼，那好好修行，都只唔是讲过去来，对来呢，爱好好用功啦、啊。这就是咱的内修正行吼，心唔通受污染嘛。这就是咱的道娘，也嘛是外行济众，菩萨道也搁都爱外行啊。虽然咱走入人群，讲是咱咧帮助人，实在讲呢，是伫咧增长咱的慧命吼。那咱的慧命多年哇，拢总呢是伫人群中得啦。这呢是咱大家人爱真了解呀、啊，因为呢落来这段经文就安尼讲咯，依足修心善立。为呀、啊，通达大地，多以彼岸这段文呐、啊，咱都会当搁较了解咯吼。正面都甲大家人讲，爱甲人正好因呐、啊，福缘呐、啊，吼福音善缘呐、啊，这就是啊，咱修行啊，爱在菩萨道中，所以咱必定爱培养的呢，就是。主，这个主心真重要哦。所以讲起来，菩萨呢，以前无生啊，为娑婆众生。其实菩萨以来修呢，的正行啊，已经证到无生的境界哦，入大涅槃的境界了。伊的心呢，是寂静啊。无生无灭啊，这就是菩萨的极顶的境界了吼。但是啊，
菩萨的慈悲啊，虽然已经无生啦，不过呢，为娑婆世界的众生，娑婆世界啊，因缘众生苦难偏多啊，所以菩萨不忍嘛，都爱搁在道家助旁。来人间济度众生，所以本来伊唔免来人间，伊已经呢会当无生无灭啦。就是因为众生不得不在道家助旁献上人间，因为安尼无不生，所以啊，伊所实现伫这个世界啊、世间呐、啊，伊啊。就是随缘化道啊，实现伫六道的内底。六道咱都拢知啊，天人地甲五鬼畜生，加上了阿修罗，这呢都是伫六道中啊。随境界呢化生，现在这六道都是要救度众生。所以啊，菩萨呢是以三界为家，不管是色界、无色界啊、欲界啊，这等等呢，菩萨呢都是遍行在这三界内底。在《法华经》内底，咱拢知呀，三界如何体啊？佛陀安尼呢表示，把这个三界譬如最好体，啊，这个火体呢？是偌尼真危险嘛？偌尼真辛苦啊！予人偌尼不安呐、啊！这些，大家人修行都希望要会当能脱离三界，确实呢，菩萨啊，自愿回入娑婆，甘愿伫这种这尼真无安定的境界来做伊的家吼、哦、那。把这群的真弯弱的众生啊，当作是伊的囝，咱来个常常伫咧听，爸母心嘛，对囝呢是绝对无气焰的时候，囝搁较安怎歹呀？爸母的心嘛，还是为囝愿意呢去付出，哦，受真多的苦磨。伊都甘愿为囝去付出，这就是菩萨心。所以定阿讲，父母心嘛，就是菩萨心啦。所以菩萨呢，为素生为主吼，那素生啊，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，这都叫做素生。伊个只个。所有的众生啊，都是千为主，不是只有人而已，所有呢，所有的生灵啊，他都该当作是囝同款，遐尼真疼惜，遐尼真爱。其实呢，菩萨伊是救度众生，先立佛慧，即句呢。就是咱常常讲啊，付出啊，无所求，爱搁感恩哦，感恩哦，众生来成就我的道业，对哇、啊？这就是啊，用感恩心。虽然啊，回入娑婆啦，绝对呢无有埋怨。娑婆世界众生的功穷，绝对无埋怨，也搁抱着这份功。啊，我就是救众生啊，伫咧化度众生，众生安尼来甲我活，安尼呢，我才阁会进步，
所以讲先立佛慧，哈，依足修心呐、啊，先立佛慧，用慈悲啊来修咱的信心。啊，这个信心呢，心爱立灵根呐，那心呢爱勤得修。世间呐、啊，众生恭敬的苦我，这就是伫咧成就智慧啦。所以菩萨不思小乘，是三界如罗噶。菩萨呢，甲小乘，小乘就是声闻，伊对道生啊无兴趣，因为呢，伊无爱阁甲人攀缘呐。所以伊要独善其身，伊呢看这个三界如罗噶啊，伊唔敢，伊安尼劈开开啊，唔敢挖近呢，这就是要求解脱，唔敢接近这个三界吼。四生如万劫，看到这个众生啊，好亲像万劫同款，唔敢阁再攀缘呐。咱毋是定定听着讲，哎呦，好歹我拢毋敢攀缘啦，代志世俗事我拢毋敢插啦。亲像这呢，就是啊，是四生啊，如万劫吼，毋敢阁去缠着咯吼。这呢，就是啊，小乘吼，修小乘行的人。再来就是讲，依足修心，也就是啊，修处界所示现之心的处界，啊，就是人间界啦。菩萨，伊乃是依现人的形态修以处界，伊虽然是伫人群中，不过呢，伊来自正立，对内起码。看到人群啊，形形色色啊，世间啊，万事万物的道理啊，可以看透了人生啊的道理。所以呢，照这种人的境界呢来修心，或者是呢，事的境界呢，在恶劣的环境中，伊嘛是照这个境界呢来磨练。所以呢。即修以处界啊，所示现之心，都、就是伫这个境界中，安尼现心呐、啊。伫这个所在修行吼，安尼呢，都正立，从这个境界啊来回入心来吼。外说利他，而摄以大慈悲心为本。对外面的境界收入咱的心，在心的内底呢，已经了脱外面的境界，搁在呢向外啦，向人人来讲法吼，使令众生啊，会当转心境，转恶念为善行啊，这是菩萨的智慧啊，入这个众生界中呢。去体会了众生的习气，将这个习气看透，汇合道理，将道理呢再来转众生的心，这呢就是菩萨伫咧转法轮呐，这就是根本吼。学佛啊，修行到菩萨的境界，
还是呢爱惜种德本嘛。所以呢，以慈修心啊，即为慈；以大慈悲，随时随地随根基而说法。所以内修外行啊，拢总是爱大慈悲为本。那意思就是讲，咱必定呢，这个大慈悲啦，随时随地随根基来说法。什么款的根基，用什么款的方法，在什么所在讲什么款的境界吼，这呢必定爱运用智慧。所以呢，立彼境界，随彼所立，皆困而不退转。菩萨都是爱有安尼吼，那入伊的境界去，随意，迄个时地所发生的代志，咱爱入意为意，解除迄个困难，就亲像讲，倒一个所在有灾难呐，咱爱用什么方法啊，走入迄个境界去救济，唔惊困难，向前勇猛前进，那安尼呢，就是一种菩萨依足修心，深入佛慧的境界吼。这都是呢，予咱真感恩。一切的智呢，嘛是不退转啊。就是讲，咱入如实境界之一切智不退转，自然通达大智啊，净悟空，法空不退转，这就是菩萨。那只要咱内心用功，信实行正，外行慈悲喜舍，这拢总是如实境界吼。一种心无挂碍，但是呢，真认真呐，用功付出吼。这就是学佛者呢，咱必定爱坚持，好因好缘呐，才会当成就呢世间的智业。各位菩萨修行者一定爱发菩萨心，那咱爱深入佛慧啊，才会当通达诸法，通达大地。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啊。